时尚造型师，我们的这个造型达人，最帅气的造型师，这样可以吗，老师？好。我想说，鞋子很重要啊。当然，今天我们要感谢我们品牌提供的这个鞋。是。先跟大家介绍这个鞋呢，是非常流行的，就是现在所有看得到的夹脚拖鞋呢，只要是这种果冻色的，这种 PVC 材质。老师，这是今年很流行的。非常流行，而且是巴西第一大厂出来的，所以呢，它是以 PVC 材质为主，它30年没有用过一张皮。对，它所有全部都是自己开发的，是开模所做出来的，是，而且穿起来非常的舒适。是大家会觉得 PVC 好像不是环保这件事，但是我跟大家解释是，它因为采用了 PVC 这个原料呢，所以是非常环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个它不必用皮，它不会有畜牧的问题，因为我们要养动物需要草原，所以这个对自然生态是一种。再来呢，就是说我们知道在养那些皮革要染色的问题。所以染色一定会有这些的颜料，是是也会污染整个环境。所以呢，这个巴西第一大厂就选择它坚持一直用这种果冻色第一个果冻色，第二个用 PVC 材质，然后创造出这些所有时尚款的凉鞋。是他考虑到我们居住的环境，爱我们的这个地球，对不对？我们手上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，像这个鞋子，你看它用 PVC 材质，它做成一个像网状的一样。像透气，对，它是会呼吸的。更重点就是说，你看它的柔软度以外呢，它会呈现这样的。哇，它有一个香味耶！它有一个香味，真的，我觉得大家不相信，你来闻一下，很香耶！拜托你来，赶快到，赶快，太紧了，我们香香的。对不对？它是自然的香气，对不 对？所以说呢，这个看这个对我们的足部来讲，也是一个因为一整天，因为鞋子其实非常的重要，找一双好穿的鞋。所以全部用植物的香料来去全部加入这个素材。哇！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款呢，它在前面呢加了一个缎带的花，用素材质去做一个整个拼接的成型。是，非常的用心。再来就是刚刚讲的吉赛尔这个名模吉赛尔，大家都知道，之前是里奥纳多的前。是，已经会走，会快被提了。国际知名超级名模。所以你看他用今年非常流行的荧光的色系啦，对，然后再加一朵花，然后可爱的小花，一个小珠珠在这里面，所以在整个夏天呢就非常有一个艳阳下的气息。对，而且好像它的弹性真的非常好。它的抓手是非常好，对，它的底部这样让你在那个地板的时候呢，不会有那种，有时候我们在穿那个夹脚会滑倒，我上次就这样啊，对，有时候瓷砖对我就扣该了，对，所以这个是很好的，它可以止滑，对，它是止滑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双呢，它也做的好像是，你看它有没有像一些布纹，是有一些那种布纹的穿透的那种。有线条在上面，对，有线条感啊，然后上面有一个小鹿，然后前面呢，它有做一个好像鱼口小鱼口开口，像这些都是他们率先做出来的啊。再来这个也是啊，刚才我有讲到说他没有用皮革，所以是直接呢也是用 PVC 材质做成类皮革的一个缎带的织物，大家看到，而且是今年的什么色系鞋款？再来呢，就介绍这一双呢，这一双好可爱哦。对，那这双呢，它的一个透明的一个蝴蝶结的一个银色，但是呢，这个呢，我要请我们的帅军来为我们展示一下，好不好？不光我手上拿啊，不准大家看看帅军的。来，欢迎我们的名模来到我们的台上。